项目是受伤旅客救护送医，车上处理措施。车长处理受伤旅客救护。各位旅客，本次列车车厢发生出轨事故，车上有医护人员请到车厢帮忙救助，请各位旅客协助受伤者。其他旅客，请您在车厢内等候引导，并请暂时不要下车，以免发生危险。救命啊！车长，我受伤了，请快救救我！小姐，你哪里不舒服？不要怕，我们已经通报119，救护车很快就会来了。引导班、救护班到达现场。台中地区的引导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准备协助受困旅客离开现场。车长已拨音安抚旅客。各位旅客，请要惊慌，请携带您的随身行李，跟随本局引导同仁下车。二线支援一线人员协助安抚旅客。本区大队接获事故讯息后，随即启动二线支援一线机制，召集区大队所辖运、工、机、检、电力、电务、公务养护总队、台中货所及台中餐厅等单位组成救护班及引导班，投入救援行列。此外，更动员列车上通勤员工，协助救护及安抚旅客工作。本局列车乘务多仅由一人执乘，当发生灾害事故时，列车上通勤员工将于第一时间提供协助，引导疏散旅客下车，并救护受伤旅客。台中地区的支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引导车上旅客疏散到安全的地点，并将受伤旅客送至临时救护区。丰原站拨音向导旅客，并告知转乘资讯。好，目前丰原潭子街因受到地震影响，北上南下各次列车均有延误，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敬请见谅。本局已安排接驳车协助转乘，请配合站务人员引导，依序搭乘接驳车，谢谢您的合作。成立临时医护站，救护受伤旅客。救护班及二线支援一线人员将受伤旅客送至临时医护站。救护车到达。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接获消防局通报后，伤患预估可能超过15人以上。报请局长立即启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紧急医疗重大事件通报流程，大量伤病患事故紧急应变机制。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立即指派临近急救责任医院属立丰原医院医护人员至现场，该院立即启动体系之大量伤病患应变作业，指派现场紧急医疗救护指挥官率医护人员紧速抵达灾害现场。属立丰原医院医护人员目前已经抵达现场。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指派临近急救责任医院属立丰原医院医护人员目前进驻临时医护站。医护救护人员对伤患进行减伤分类。目前救护人员正将伤患做减伤分类，减伤后护理人员确实登载减伤情形于报表，并将伤票挂于伤患手腕，依减伤分类后送至各区进行紧急抢救，对所受伤之旅客进行紧急救护。本次演练状况假定为发生6级强烈地震，为避免余震引发后续灾情，医疗单位评估风险后进驻丰原站大厅开设救护站，
在此透过视讯的方式呈现医疗单位成立救护站以及减伤分类作业流程，请各位长官、各位来宾观看我们两旁的一幕。清查轻重伤旅客资料。针对特殊灾害事故造成大量伤病患的情形，地方医疗单位紧急进驻现场，成立临时医护站。站方人员协助临时医护站清查受伤旅客资料，并协助医护人员登录受伤旅客资料，协助旅客登记与寻找遗失物及行李。重伤患紧急送医治疗。为争取重伤旅客抢救时效，将优先就近后送医疗院所，并将受伤旅客分散送至各邻近医疗院所就医，避免因为大量伤患同时送达，导致延误救治情形发生。慰问受伤旅客。灾害事故初期处理完毕后，应变小组指挥官指示专人亲赴医疗单位慰问受伤旅客。多人状态正常，请立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受伤旅客，并将后续就医情形回报本应变小组。收到了，立刻派人处理。演习项目：暴力攻击事件处理。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铁路警察除搜证外，并于现场担任警戒与安全维护工作。此时有一名民众无故闯入封锁线。先生，不好意思哦，在事故现场做证的人可以进入哦。麻烦你回到后座。我没看过第一次来。先生，不好意思，这边危险的。先生，不好意思。你们现场吗？这边是啊，先生，不好意思。警员立即制服并逮捕暴徒。大家，放开我！啊，别乱动！员警将歹徒带回陆警所侦讯。演习项目六：旅客接驳。登记受困旅客目的地，并联络公路客运业者。各位长官、各位来宾，请观看两旁的一幕。当事故发生。